春娟，你好吗？你看他的小眼睛不像以前了，你看有点儿，是不是有点儿，有一点郁闷啊？小狗子，以前没有养狗的经验。这个是 Costco 的热狗，这便宜，1.5块一个呀。这是家里人到那儿办事儿买的，以前很少吃外边买的东西，现在有时也买点儿。但是这个呢是这种脆片儿，脆片儿呢它倒没降价，这个是四种味道，四种味道，这不同颜色嘛，1、2、3、4，四种味道。这一箱子是864克，看哪儿写着864克，这价钱写的大概是17块钱呢，17块钱。